雨林的尽头在哪里？究竟是什么样子？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大家玩雨林地图的时候，跳伞能看见很多其他大陆，可是玩家去到地图边缘，就会被空气墙挡住，再也无法前进了。那么雨林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用上帝视角飞过去看看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由于飞行时间较久，加速来看一下。来到第一片大陆之后，再看雨林已经是这样的了，只能看见几根凸起的石柱，而继续往前很久之后，再往后看，看起来就非常的飘渺，像来到了仙侠世界里一样，云雾缭绕的。飞过这片大陆之后，前方有个粉色的薄膜，这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原来还有一方世界，不过再继续往前，完全就是一片黑暗，这应该就是雨林的尽头了。没想到光子把雨林设计的这么大，难道是给以后开500人模式做准备吗？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